你们的悠闲早餐时间呢？看过去不舒服。要黑咖啡。我知道，我要吃什么？啊，不要，我要拿铁，热的。你要吃什么？这个。你点什么，我吃什么。不要了，你很龟毛，你自己选。对啊，我很龟毛了。看一下。都是面包类的。这边有没有萝卜糕加蛋？在这里就是吃不到萝卜糕加蛋，找不到萝卜糕加蛋可以吃啊，那就随便啦、啊。来一个这个好了，啊，这个，这是我们的早餐。哎，我觉得那种料理的那种食材的方式，我们公司旁边有一家很香。真的？嗯，我下次可以带你去吃，但是不便宜啊。这本来就不便宜啊。这样一个多少？300。那个一个600多，差一倍哦。那算便宜啊，那这边吃算便宜。这个一个300啊，但是我们饭店吃才200多哎，你怎么不在饭店吃？你吃起来会不同。哦，是哦，我们刚刚那个饭店吃才一个人200多，他就不吃，而且是自助餐哦。我不喜欢吃自助。好吧，那喜欢出来外面这样子吃啊，这算是属于比较美式的泰式料理啊。因为加了他们很多泰国的一些食材啊，香料啊，像这个有没有？这都生菜啊。生菜面包。生菜。这是什么菜？也是生菜。都生菜啊。好，开动。来来来。是有烟感的。老板娘讲说，她要更正这个影片内容。你说来里面是什么？就是橄榄，烟橄榄。然后跟什么？醋，你怎么知道是醋？它不是泰式的醋料，不是。不然它是什么式？中式、美式？这是橄榄油拌红醋。那是什么式料理啊？泰式？那不能讲泰式吗？那是什么式？中式料理？哎呀，那就是美式料理啊。然后呢？没有，你有蓝布。你有头发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的头发吗？啊，不然呢？哦。你看那个酱汁啊，就是橄榄，都没有其他的。红醋。然后呢？有蓝黄。那你赶快吃吧。我们现在在等。他们的 Uber， 这是东南亚用的版本。然后你看哦，他这边写先停留一次，表示他在那边下完课之后再过来。那这边会出现一个闪电的标章，有些车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可以充电哦。没有，这是不是电车？还是表示可以充电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。我忘在啊。这边有一个闪电，有没有？有些有闪电，有些没有。搞不好真的可以充电了，没有，他先停在这里。不过，他们这个预估时间哦，都会慢了大概5到10分钟，因为他们的红绿灯很会塞车，真的太会塞了。然后他们的支付方式哦，有分 cash 啊、支付宝啊，还有信用卡。那因为我的信用卡绑定哦，需要透过简讯啊。那下次如果到国外，记得开通。简讯就好了，那漫游的部分就不需要，因为你到这边来的时候很多刷卡，我像我的有绑定简讯就要认证码才可以，所以我们到这边支付都以这个 cash， 看到没有？然后你也可以在司机载完之后更改目的地，他停留在这边有一下下时间。还在等待。
然后你看就是司机的评论，4.9颗星。我们做这个等待 Uber 等待太久了，结果他接完别人之后又离开了。我觉得这个实在要等太久了，所以我没有改另外一个，改搭他们的计程车比较快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取消预定。没办法，等太久了。所以我们先去四面佛，啊，然后走路过去10分钟。嗯，好吧，这个就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啦，反正就是可以到达就好了。对，因为他那个什么 Google 他是写中文，然后我翻成泰文，他说他不知道在哪。好吧，这个就是在这边搭车的会有一点的问题啊。啊，不然其实哈可以怎么样，知道吗？请饭店的人帮你叫车，也是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叫那个 Uber 是在等太久了，我发现这边做 Uber 的数量太少了，不然怎么会等这么久？他那个 Uber 上面写说要一次等待，一次等待的意思就是他会去接另外一个人，接完之后再来接你，你愿不愿意？是这种方式。有时候等了一个小时还在等，太久了太久了，所以我们改坐计程车。他那边的计程车跳表是从35块开始。来到四面佛，走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他们泰国的四面佛。我以为会很大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就一个小小的广场。干嘛？他们要顺时钟是要的。哦。热闹都是人。泰国的四面佛。欸，我以为是很大的一间庙。没有啦，它就是一个小小的。对啊，就小小一个。他这边写说你的善款全部捐给慈善机构，你看到2022年捐的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25亿多的泰币哦，哇，这个是三国语、泰文、英文，下面是中文，但是是简体中文。再来呢？散步啊。散步行程哦，逛街行程啊。哇，都是百货公司啊。那附近就是百货。欸，我发现，你说刚刚搭车也好，走路也好，这几天也好，在泰国啊，像我们去曼谷啊，去帕塔亚，你有没有觉得到处都看得到观光客？走到哪都是观光客，不是到处，是走到哪都是啊。对啊，你看我们遇到什么？那个来自世界各地，有欧洲的，欧洲的特别多，然后欧洲的很多，哦，外国人，老外嘛，老外就欧洲的跟可能美国的跟欧洲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哪里的？印度，东南亚来自印度、日本、台湾、中国大陆，你看中国的也很多，然后再来呢？除了韩国的没有看到以外，也有啦，很少。没有，我没有听到韩语的，非常非常的少。然后真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台湾哦，我们在台北市哦，你说会这样遇到观光客哦，到处都见得到的，非常的少，哦，对不对？倒是没这么普遍。这个就是带动观光的那个力道够了。对，他们饭店真的多到爆，然后又便宜啊。对啊，你说要来这边自驾，要来按摩的也多，非常的多，便宜啊，最主要是便宜，住的饭店都便宜啊，你也可以选择高档的贵的，贵的7-8千的都有。那我们来几天？3、5、6、4、5、6、日。
6、7、8、9、6天，也花不到20000块。有人又跑回来之前的那一家，他一定回来想买他的东西，所以又走回来了。你一定是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又走回来。因为我想说，我就是来逛这条路。最好是好，我看你买什么。最好都不要买。这里的百货公司太好逛了。刚刚一面是衣服，这边是饰品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。你们的老板娘在那边逛。很大，然后不怕，只怕你没钱而已。到处都有这个 ATM， 银联卡、JCB、Master、Visa 通通都可以。不是很稀奇哦，这么热的地方，然后还是卖冬天的衣服。说这么热的地方有卖冬天的衣服，而且都还不错。问题是观光客啊，买回去穿的。这边从 B 一二三四五，全部都是卖衣服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7楼到10楼是 parking 停车场，真是有够大的，全部都是卖衣服的。这个不错呢，这是卖皮夹的、眼镜的。这光一楼已经逛了大概1个小时了，还没有逛上去啊。我看你要逛到。这全部70%被你逛完，可能一天了。这是什么？都是包包啊，你要当包包也可以啊，你要当铅笔盒也可以啊。他们的包包都是用那个各式各样的牌子，巧克力的，都是一些品牌的包装。他把它用成包包。现在逛完平价百货公司，现在进来高档百货公司，穿过来都是世界品牌的。这边啊，你要走哪里？我们从里面穿过来会比较快。对。这个。台北市的都没这么大了哈。你们家老板娘还是一直在回讯息。你很难想象这是平日哦，你要走去哪里啦？哎，老板娘，我只有觉得哈，我昨天腿不酸，但全身无力。今天怎么每天都觉得腿很酸？因为每天要走很久啊，每天我们都走很长的路啊。这个走路是我平常的5倍以上。那个街头艺人弄的是儿歌啊。逛着逛着又来到吃饭时间了。这是什么？榴莲，榴莲。哦，好啊，等一下，今天有人一定要吃到榴莲。但是有人在，肯德基在哪里？就是要肯德基。这个，
我们住的地方哦，真的百货公司特别多，来这边吃饭，然后刚好下面在表演，那个是小丑、海星、企鹅跟鲨鱼。你看那边是捷运站呢，你要去换隔壁啊？对啊，换隔壁啊。那你们家大树体力好多，不是里面有冷气吹，不然你现在要去哪里？你想要去吹冷气是不是？除非你想要回去了。拿行李回饭店是不是？对啊，有35，对啊。对啊，35啊。35。我给他找。Number one。我们要回饭店，然后这一次搭地铁，看老板娘会不会再搭错。来买一个饮料啊。7点，你看他们酒精的饮料，下午5点才开始卖。其他的，走了。你唔捌食过伊即种个，伊个含羞草哦，对？你捌食过含羞草哦？唔捌。伊个迄，安尼，好行迄个嘛？对哦。对对对。含羞草是野菜啊，差低吧含羞草。然后来了，来580。无啦，110啦，580，哦，58号，我记起，我记起，你买食过啦？嗯，我想食，我嘛感觉也太特别了嘛。对啊，啊你要食啥？你当这样，这十奇怪了，别人点的是这边叉叉叫，十号下面，看刚无烤鸭，哦，辣的啦，那不要。这个我们昨天经过这间店，生意超好，所以我们特别进来吃完了，然后再移去另外一间饭店。你要吃打包猪这个吗？哦，打包猪可以的，啊，白饭的，还是一样，他的 Google 在翻译点菜。啊，你不是讲你会样？会样啊！啊，你搁用 Google？ 啊，我看较清楚，我刚点唔着，来坐下到那个，叫餐具点啥？餐具，点了餐具。餐具点菜，嗯，这个笑话蛮好笑的。有啊，哎，看看，哎，他怎么都是来餐具？那应该来给我们个中文美女，不是很好吗？阿姨，你的产品。要吃那个吗？木瓜丝吗？那个一年有10,000,000的中国人来这里。这个还是来008了哈，零还能撑开吗？有啊有啊，那个不怎么不见了，在这里。含羞草那不是有那个？我知道会打开啊。就是台湾的那个含羞草吗？对对对，一模一样吗？嗯，一模一样。真的还假的？对啊。那下次啊，那个哪种的？我那件吃到都还有。那我下次我就。Thank you。下次我就去拔那个含羞草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有点嫩的，我那个吃的有点梗的感觉。进来有含羞草，炒猪肉的。对，很特别。好，开动。含羞草。好，吃看看。怎样？嗯。跟什么菜一样？哎呦！你想啊，你那还要激动啊？怎样？咬下去第一口有点像空心菜，认真吃起来又不太香。价格行虾米？真的是含羞草。吃起来是什么？是什么菜？我吃起来就觉得辣辣的而已。那咬下去第一口像空心菜啊？但是纤维很多。对啊，纤维很多。我感觉纤维更多，它有那个肉有，包肉有，好。哦，那它这个是比较嫩的吧？嗯。嗯，很辣，这根本配饭。炒起来很好吃，还蛮不错吃的。那个，这个也是辣的。嗯，还有酱油的。泰式吃法怎么吃？来看一下。沾着菜，前面你要沾着吃。嗯，
然后沾着香肠。它这样蛮搭的。像这样子。原来是这样子吃的。来到泰国最后一天才这样子吃，嗯，才开挂呢。嗯，哦，我们今天才开挂。它这个配这个就没有那个。味道很搭哦，嗯，我看，那你来，哇，难怪这间生意这么好，然后直接吃他们的生菜，哦，还有，哇，一二三四五。道菜，那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有叫起来青木瓜，哎，对，啊，这全部是螃蟹，还有个瓜呀。他们的生菜吃法很特别，就是这样。连这个白菜，没有炒青米，嗯，你们炒过没？青米米，没有炒青米，没有炒青味啊。啊，咱内有吗？咱内有，你讲嘛。我吃这个好了，讲一袋啊。这个是白菜，嗯，哎，这一块，没问题。这白菜，这菜的味道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这个就辣椒啊，那你问题啊。用这个比较淡，这个我吃吧，我蛮是不习惯。怎样？都辣椒味哈，对不对？我看他吃，我看他们两个吃的津津有味，很清爽，很清爽啊，好吃啊，很好吃。我本来以为这样子有点那个，有点这样习惯，后来对。你看这样子慢慢啃，我们一人一片就把菜啃光。东西存在一定要看到。对啊。所以米饭是多叫的。啊他都给你配好了。没有，是刚好没有点这个，他才有米线。嗯。嗯，还有一个。还有，这边还有一个。那，你这个不吃啊？那个。根。他的，你看他跟你相反，他是从这边开始吃起。有没有？嗯。好吃啊，嗯！你看，原本是辣的不敢吃，对不对？配了这个，这不变辣了吗？就不会那么辣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个，你拿着，我要拍一下。各位去旅行哦，千万不要拖这个，因为哦，它，因为它真的很难拖。你看，它很难拖，又很难拿，然后它的轮子哦会晃来晃去，然后会撞到身体，因为你的手要一直出着力，它才有办法。哦，这个东西是方便，但是哈，哦，当你开始要，你要开始移动的时候，哦，它就很不方便。来，给我吧，放开啊！你看，它会有这样子的情形，你的手。就一直出力，一直出力，是要下去。这是我们在机场附近订的一个饭店哦，因为明天早上的班机哦，其实太早的班机我觉得不要，应该要坐晚一点的班机回去，因为你又浪费在这边住一个晚上，然后只是为了等明天的班机哦。不过这个才700多块而已，很便宜啦。不过建议各位飞那个晚上的班机啦。哦，比较不会浪费时间，因为我们那个五八哥他就是坐等一下的飞机要回去，但是回去的时候是半夜3点，哦，就是差在这样子，哦，像这个第三晚看起来就比较，不是第三晚啊，这种过境旅馆就看起来就比较，好像有一点，这算过境旅馆吗？啊，有些人来过一夜是不是就是做类似这种？叫做过境旅馆嘛，叫我怎么知啊？嗯，然后，哎，这阳台是不能开的，
啊，不会吧，这是锁死的。真的呢，这阳台是锁死的。哇，锁死不能开的，好好玩哦。这里有一个阳台，但是它是锁死的。对啊，它竟然不给人家开启。我们准备来洗澡了，因为今天拖着那个行李，拖得满身都是汗。由于这边的天气的关系啊，哦，全身都是汗，有够臭的，要来洗澡。天还没亮，搭着饭店的车子要去机场。看我打哈欠，真的到还没有睡醒呢。现在几点？5:18，机场就满满的人了。看一下，已经满满的人了，很多人了。我们来等一下去哪里吃？先check in完。那我们是几点会回去？7:45。那到台湾几点？12:30。12:30。他刚刚说我这个背包里面什么东西要拿下来，你知道吗？iPad， 有 iPad 啊？对啊，还有我这个背包啊，我这个背包是带 iPad， 对啊。结果我这背包是带什么？带什么？衣服。都是脏衣服哈，还是干净的？是啊。欸，我发现他们这边卖手表还蛮多的，然后也有人带着假表到处卖，在那个巴塔亚的时候。现在换回去多少钱？哎呦，美金这么高？35换的。是啊，换回来美金啊。芒果糯米饭，这边一直看到这个东西，刚好飞机上没有餐，就买一个上去吃看看。泰国团的回来都要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大麻。嗯，有没有？狗狗就会来闻，等我们的行李。然后我跟各位讲一些糗事啊，我本来今天有订那个接机啊，结果有机可以接吗？谁？有机接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订错日期了，这个事情以后我还是少做，交给老板娘去做就好。又搞乌龙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坐机姐回去。